我不能接受。严小晨，那你自己呢？伟彤，你知道情深不寿吗？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结果，两个人结婚也不是结果，这种感情就注定要分开。我和沈浩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特别开心，特别快乐。但是那些日子我都。 心里面有很多顾虑，我都在收着，我放不开我自己。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开心快乐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好好去爱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 我认命了。你才多大呀，搞得怒气冲冲的，人生的路还长。 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给你当伴娘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，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啊！别想那么多，就当一次经历，放轻松，我陪着你。 干妈，那猴子不接我电话，我有点担心，我来看看他。孩子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，你去劝劝他，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啊！包我身上，他在屋里吗？在，连我们都不想见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你说的啊！我先上去了干嘛？ 开门，你别跟我装死！开门，我，沈豪，你死没死给句话？行，没死就行啊！我告诉你，沈豪，我不知道你跟严小晨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，但我只知道，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？ 你要再继续这样，全世界都抛弃你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开门，开门，让我进去。沈豪，你再这样，我也不管你，你听不听见？开门，你不开是吧？不开我也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数三下啊，赶紧给我把门开开，三、二、一。 行，我走了，以后我也不管你了。哎呦。
哎，这件真不错，比前几件都好看。哎，我觉得这件特别好，你觉得呢？都行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……好。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让你陪我们喝两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规定，不能。哎，着什么急呢？就喝一杯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。哎呀，喝一杯嘛，喝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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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。来来，我们这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有事。能不能清醒点？你疯了你！哎，别别别别，丧德性是吧？别什么误会？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他照打！小心！别让他走！别让他走！跟我来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疯了！你刚刚在干嘛？不是，你拉着我干嘛？你松手啊！你不是你松手！跑什么呀？我正想找人打架呢。你看那人什么德行？正好欠打。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想喝酒，我还没喝完，进去再喝点。跟我来，换个地方喝。哎，我自己能走，你能不能别拉着我？跟我来。哇，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版婚纱啊！看这做工，我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。不过我没有想到，最后给你穿上婚纱的人是他，不是沈侯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，是不是？墙头草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家都是大学同学，就你对小陈好，是不是？同不同学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 DH 的员工，那是你老板，你这马屁拍的。那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……我能不能把你这张嘴撕了呀？小陈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这张嘴你知道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心直口快的，大学四年大家都习惯。你原谅我了。哎，新辉，咦，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？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，没什么联系了。哎，
不过你要是想让他来参加婚礼，我可以给他发个信息通知他一下。他，你发呀，发就发。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，你觉得呢？就这套吧。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？他的，等他自己来了，让他选吧。他来了。程总。很漂亮。真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，一起喝酒。哎，吴倩倩，我们是不是老同学？当然是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得多喝点。来。好。走一个。你今天没事儿？哎，我猜一下，是不是你男朋友？来，我干了。还真是啊，来。哎，不是，干了，别，慢点。我一般太撑了。你刚刚不是问我怎么了吗？我被 MJ 开除了，我爸的公司也倒闭了。不是。那现在，我现在在一个小企业里上班，领导没什么能力，每天就会打压人，特别是比他能干、比他优秀的人。不过我今天跟他吵了一架，明天也不用去上班了。来，没事啊，你别难过，工作哪儿都能找到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你的公司。谢谢。你们深思现在还招人吗？我可以从底层干起，没关系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最近呢跟我妈闹别扭，算了，回头我帮你问问。来，谢谢。老同学之间不说这个啊，一口就行了，一口就。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？没事儿，不会又是因为你跟严小晨之间？别说了，来，继续喝，干了。好。老李啊，哎，车里温度调高一点。好的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，帮你请个假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
太太，我们到了。李师傅，您以后还是叫我严小姐吧，您叫我太太，我不太习惯。这，好的，严小姐。谢谢。需要我的时候，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你回去吧，我上去了。在一起，为什么怀了郑月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严耀晨脚踏两只船，怀了程志远的孩子。小陈下周结婚，你愿意来参加吗？这就搞定了，小陈还是你厉害啊！看看这些人啊，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儿。哎呦，一个部门嘛，谁做不都一样？怎么了？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？哎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谁也不会说的。哎呦，我这张嘴特别的严。你们组也太认真了吧？午休时间还在开会。你是多了一碗屎吗？罗瑞远，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没事吧，小陈？嗯。他怎么了？不会是被我的罗瑞远熏到了吧？他有了。真的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？我话那么好听？哎。最近真有一事儿让我特别苦恼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有人喜欢我。哎，谁呀？就是公司一前台叫潘达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。给你吃。拿走。啊啊！哎呦！快快快，潘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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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陈。一起吃饭啊，走呀。嗯，你们去吃吧。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，估计你能吃几口。坐，我早上自己做的，微波炉加热了，味道可能会差一点。来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对了，小陈，你妈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，安抚一下她的情绪。我有个想法啊，你听一下。明天啊，我们就去见他，顺便把他接来上海。参加完婚礼之后，
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。你现在怀着孕呢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给她住。你安排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，改变方案。你是不是怕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，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吃点儿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爸，妈，醒了。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。你们俩，爸，你别瞎讲。妈，最近公司还招人吗？你想招什么人呢？倩倩，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，所以我答应他，问一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。你想招就招吧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你自己得先进来。妈，孩子，听我说，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，啊。你妈最近偏头痛，痛得厉害。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。你不信，你看看，这血压都不稳定。喂，什么？这女婿看着挺有钱的，带那么多礼品，老刘可有福气。妈，别收拾了，我俩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客人请喝水。谢谢。哎，请坐。哎，你也请坐吧。真是丢人呐，生了这么个女儿。上回跟你说的能做到吗？婚礼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准备了，您放心，我保证让小陈嫁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人无话可说。还有，我跟小陈商量了一下，想接您去上海，从今往后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你好有钱呐，怪不得邻居们说我家小陈很有本事。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姓沈的，说踹就踹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嫌贫爱富还不让说了？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啊？说不上来了。说不上来，我说，
宁小晨，你可别忘了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。是姓沈的那小子是穷，可是穷是他的错吗？你们还年轻，只要愿意努力还怕过不上好日子？你说你学点好的不会吗？哎，净学这些学爱慕虚荣的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就没你了。行了。行什么了？天天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骂着你，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。我爸现在要是还在，他肯定会相信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，怕你一不小心看错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，她收拾收拾，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。你怎么说服她了？当妈妈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。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，但还是很在乎你的。谢谢啊。还说谢谢啊。服务员送来的，说是你老公嘱咐的。哇，哎，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，还能在百忙之中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，是不是很贴心啊？看见我妈了吗？看见了，在楼下呀。程志远专门派车去接你们家亲戚，挨迎接呢。程总好。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开心点。哎呦，程总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？况且是嫁给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。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，是吧，小陈？太配了，古人说的一对璧人就是在形容你们了。哎哎，程总，程总。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，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。哎，不过要是这么容易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，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，是吧，魏彤？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魏彤，谢谢程总。谢了。我不是想省，就怕小陈累上。哎呀，一生就累这一次。我堂姐和表姐说呀，说举行婚礼的时候觉得又累又闹腾，但是过后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快走了，快走了，走吧。这条花道不长，我却感觉自己像走了20多年。告别我今生的最爱，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。我手捧着陈志远为我准备的白色铃兰花，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祝愿。这每一步，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。再见了，沈浩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。
是命运的指引，让这一对有情人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。今天我们欢聚于此，就是为了共同见证他们正式的进入彼此的人生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比如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？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因为啊，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那年圣诞节，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，她要回礼，却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她挂在包上的挂坠，那个挂坠就是蜗牛。那个挂坠我一直保存着，它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太太就像一只蜗牛，在外人面前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，保护着自己和她爱的人，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难以接近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走进她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心里，你会发现他拥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。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这份柔软，往后余生，因为有我，一直幸福下去。下面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交给两位新人。戒指是圆形的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结。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，连绵不断，永不停息。下面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右手，将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。她将帮你锁定你一生的幸福和你忠贞不渝的爱情。新郎程志远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，与她同甘共苦。
掏出你的手捧花，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北桐，铃兰花的花语是幸福再次来到，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希望我们都能幸福。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。哎，你说小陈也真是的，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？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。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，好吗？那不是小陈叫来的？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？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婚礼啊，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。怎么了？你发的？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你也在啊。刘星慧，你太聪明了。我聪明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头发有点乱了。不过去吗？你清醒一点。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，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就此作废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爱他呀？